I'll shake. Hello， 我是江江，今天来改这台跑车啊。这台跑车呢是也是一台未上市的车。我现在看一下这个改车王，外面下起了大雨了。兰帕达提维塞里斯，哇哦，他的脸好像青蛙哦 ，My God。哇，是哦，我们来改全满，好吧，升级100%。其实100%，不确定100%跟20%有什么差别。嗯，下次再来试试看。我们先改，就给它全满好了，好吧？那这个保险杆有什么？哎，黑漆漆哦，黑漆漆，有黑漆漆吗？主副色调，然后螺栓款式，赛车。赛车旁边有这个是可以跑比较快吗？啊，我觉得黑漆漆好了，都不好看。后保险杆，哎，可以移除啊，移除那个长长的。我们换隔热巾好了，移除不好看。这个底盘，哎。我在里面啊，是吧？后置物板，哦，把那个是什么东西？喇叭吗？还是什么？好、哦，那是引擎，引擎在后面啊，把它遮住吧。滤清器，这个好了。这个引擎盖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调校没改到，所以引擎真的在后面、欸。然后引擎室盖。后面的，碳纤装饰，看一下还有什么款式哦。这个这里还 OK 啊。哇哦，这是什么啊？这让我想到一个背包啊。外露，这样防不防水啊？淋雨会不会坏掉、啊？哦，这蛮酷的，蛮喜欢这个。这个好了。哇，好，那排气管，哦呦，这是弯过来的，扩散器，啊，就你了。这挡泥板是有哦，有加铆钉的，哦，宽体套件，这什么啦？欸，我觉得加这个宽体套件就好了啊。对啊。哦，这个引擎盖可以改副色调的，然后碳纤装饰，通风口，原厂蛮好看的。这样换吗？啊，这个啦，碳纤的好不好？那车灯呢，改一下。霓虹套件我就不想改它了，我好多车子都霓虹套件啊。这台车没有涂装啊，所以主色调啊换一下颜色。哦，红色配黑色。我们来一个不一样颜色好了。啊，橘色，不，这是黄色。哟，这蓝色也不赖哦。啊，那就蓝色吧，好吧，蓝色。副色调有给它改什么颜色啊？这个是后照镜的颜色哎，橘是蓝，蓝色。装潢颜色换一下，哎，里面的好复古的感觉。啊，侧裙有什么？黑漆漆侧裙。啊，用蓝色啦，
全部用蓝色系的。这个尾盖，哦，你看这个，一个在外面，一个在里面。哦，这尾门的，这好像飞镖 ，V 型的，主色调，这什么？哇哦，好大一个！哦吼，这好大，这四驱车吧？比赛级的啊，真的吗？那总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合理耶。好啦，就是小一点的好不好 ？V 型，怎么总觉得它设计有点怪？跑车，变速箱，涡轮。这个我不改了啊、你们喜欢就自己改好吧。那车窗我给它用淡一点的 ，OK， 没了。我总觉得这个引擎盖颜色要换，对吧？整个都蓝色，对不对？那这个，可这样配又不好看了、蓝色，好吧，蓝色。所以哦，好，雨停了，雨停了，我们去跑一下。现在是晚上，哦，开大灯。哇，起步有点，马力还蛮重的，哦，大灯好亮、啊！冲啊！哦，差点把它撞飞了！你刚比中指啊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比，这家伙是怎样？算了，不玩了。我看到第一人生。哦，红灯红灯，看一下后面，哇，引擎在后面啊，好酷哦。OK，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记得给我一个大大的喜欢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